聊一下，聊一下。今天很卡吗？那今天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网络不通。但是我自己看，我刚才自己看，其实一直都不卡的。我大家再看一看吧，好吗？对对，说一下第一盘那个投票，对对对对。说一下，说一下，说一下。我听你那边说还行，就在这儿说就行。那个给一下反水视角，导播，哎，导播给反水视角，是。我操，你这一盘就吃完了。好，这样。牛逼。因为它灌的是基础之上的。导播去厕所了，那就我说两句吧，我接着说两句吧。然后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我想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我们那个板子啊，这个最近呢也是在积极的调整当中，大家依然可以跟我们说说想看什么板子。然后比如说我们最近板子都是比较新的。我想问问啊，大家还喜欢看机械狼吗？因为机械狼这个板子，这什么东西啊？阿凡还有这个整狼，这是干嘛的呀？不知道，没看到放。谁让放的？你听他，你拿走拿走，什么玩意儿？疯了！你快给这反水复盘了，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妈疯了？那你们之前这整狼怎么样呀？种狼一般，就是种你一下，把你变成狼。那个有点赖，就是比如我是守卫，我就说我把你种了，对对，那个那个东西，那个很那个不平衡，稍微有点，没什么。机械狼，因为我们已经搞了一年多了，就是这个板子从来没换过，但这个板子也是最能出现反转的板子。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在沟通，我鼻子过敏了，所以都没法化妆，这都过敏的很厉害。你也孕期激素了，很难受。小女孩很难受。来来，反水复盘吧，复盘吧，谢谢你了。哦，我投六是因为我把一听成好人了，我以为91是两个小狼，六是大狼，他是肯定要出局了，所以他故意归个大狼做身份，我就把陈斌给投死了。我。因为11开牌就是狼，而且他撒谎嘛，他纸上就是写了八女巫，然后他不承认。我觉得他俩是两个小狼，然后我觉得六是大哥，因为二是定序对吧？歪哥把三八都保了，五是金水，圈圈是全场保的好人，在我眼里就是一六十二，三张牌里面出两张狼，我觉得一号玩家是好人，我就觉得六十二是两个狼了，然后。六号玩家说让一号玩家吃毒，然后我就投六，我以为六是大哥，然后所以我就投的六。我不是站边九投的六，我是真的，我觉得九十一是两个小狼，然后投六就想装一手，没想到装卡皮了，然后就这样的。然后那天手二是我有考虑他们会不会扣杀起，我肯定也不是觉得他们找不到我，因为我又觉得他们可能，因为我敢说那个，要不今天我们外捞十一，你肯定明基明以下，我肯定就是有底牌嘛。然后我怕他们扣杀棋就白费了，然后我就去守了二。然后因为全场大家基本上都站面棋嘛，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守卫就无脑守棋，这样也不背责，然后打反心态守了二，然后就没想到自己被砍了，起来就完事儿了。这就是我投六，对，就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就是提前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生推环节。我自己觉得十二是小狼，十一和九是两个小狼，我觉得一是好人，六是大狼，所以我就提前投了六。我说实话，不吹牛逼，我真的信了法拉利的敏人，觉得八是女巫。因为八号玩家锦上说，大家不要越塔强杀我，一石都保了我，我在给甘子子毒呢，我还想让他把陈斌给毒了，但是我别的都还好，大家也可以觉得我那个嘴硬啊，站错边了，硬说自己投六都可以。我是不能接受法拉利老师七九都投了他之后，法拉利对我说：“
怎么样，这下知道我是好人了吧，他可能以为我是精神病，他能够。我不敢说自己大哥嘛。对，我就觉得六很像大哥，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小狼，肯定会出局的。然后他催一下他们，催一下他们，特意给六喊大哥，催一下他们，太慢了。我以为他是小狼，故意给大狼做身份。中场不能等那么长时间。对，因为六十都说九号玩家非定序即狼人嘛，对吧？嗯，是这个意思。然后你给三发查杀，我还觉得你是不是狼踩狼？对对对。就本来底上没子，忘了外哥顶在后面，所以没子。而且我觉得长男的发言很好，如果长男是好人，在他眼里，二号玩家就是点了四个狼，对吧？你是好人，没有位置，在你眼里就是六九十一十二。我真的把长男听成好人了，我以为六是大狼，我就投的六；我以为是小狼给大狼做身份投的六。你每天吃的是真多，你是真不胖。你比他吃的还多。你比他吃的多，你也不胖。他就是没有吃。我和白宇厉害，好乐乐快快快快！你们太他妈磨叽了，一个个怎么出去那么长时间不回来？这是不是？我没想他想要你个身份，脏你是吧？开牌他俩就说我肯定是狼，确定你一定是神，所以我说我起跳你是倒钩，那个牌谁磨叽？乐乐，你吃手刀毒谁呀、啊？可能会毒他，因为开始我也觉得他是狼。嗯，所以我才跳的，反正我不跳也是死。我觉得跳的找死了，哎哎哎，长男读错都不会输，就是他读了六，我们还是输。听得明白？我们有一个轮次，起码有打决赛圈的资格。我跟起来就是我们。你给他们看看，你吧旁边就是写了女巫，哎，圈起来了。我打了二三十，不可能活的。你说人八是狼，自己写女巫。我真的以为八是女巫，我投六我还想让六投不出去，我知道六肯定投不出去嘛，我给刚刚指一多，我说六绝对是老飞，肯定是老飞。我当时夜里想的是，我守的二，因为我怕他们扣杀棋。对，因为大家都站面棋，我觉得狼可能默认觉得守卫会守棋。换位置了，换位置。我以为他会二十选砍，我二十选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站面棋嘛，没人站错边嘛，肯定默认守卫会去守棋，我就没守棋，我守了二。你们都说我是定序的时候，我有肯定定序，你拿起来狼人没绷住。被你的表演真的是。我真以为我是定序，定序王子坏了。定序是什么颜色？黄色的，黄色，黄色。是平民华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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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华的，自爆卡车的这个。没有兔子，你才是兔子，是粉色的。就兔子，那是兔子吗？兔子是黄的呀。兔子不是粉。兔子不也相当于平民吗？都是黄的呀。推一下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早点回来。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竞争大赛第十三季星河漫游，本节目由泛狼冠名赞助播出，泛狼视频狼人杀，在家也能玩面杀，版型随心配，欢乐多一倍，赶紧到各大运营商店来下载泛狼 APP 啊！泛狼对于我们精诚大师系列赛是非常的支持，无论是大师赛、小师赛，还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高校联赛，都给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赞助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们下载一下泛狼，各大运营商店直接搜索泛狼的关键字就可以下载了。在我们第二局魔幻对决开始之前，我们先祝一下十号玩家生日快乐，来给十号玩家唱个生日歌吧。谢谢。生日快乐。哦，帮我翻过来好吗？哎，反转鸡汤给了。来许个愿吧，谢谢，许个愿啊！白雪吃饭万岁，白雪吃饭万岁！这怎么结婚了一样？我想要，我许愿，我希望法拉利变成高配，我许好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呀，所以才许的这个嘛。祝法拉利一年之内能够高配配得上白雪。这个也拿下去吧，这个拿下去吧，宝宝，这个我一会儿。好，然后我们第二局的魔幻对决版型的规则已经发布在了我们的超话当中啊。我们歪哥刚才在举金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大家对于节目想看到什么版型，也都可以到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来给我们提提宝贵的意见啊。各位的声音对我们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多多到我们的超话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很多弹幕老师都积极在超话当中，当然我们很多嘉宾也会经常空降到超话里边啊。所以有版型的建议、好的创意、玩过什么好玩的版型，都可以到京城大赛的超话里面来给我们发帖留言，同时呢，也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下载一下泛狼。
刚才已经讲到了，范郎也都冠名赞助了我们这次的高校联赛啊，对于京城大赛的支持是空前的巨大，希望大家都可以下来之后呢，通过升级或者答题的方式，升到五级之后就可以解锁所有的版型和模式了。我们今天下午打的那个梦魇蛊惑师的版型，不知道大家看了觉得怎么样啊？感觉如果想在大家现在看到，也都可以在超话里面跟我们互动，当然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啊，然后在自创版型的功能里边自行搭配就可以了。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升到五级或者是答题来解锁所有的版型模式。然后呢，我们高校联赛也很快就会开始我们线下总决选的过程了。除此之外，我们几个账号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点击一下关注京师高校联赛、京师公开赛以及沪上小师赛的账号。本周的周六以及周日，也就是4月6号和7号，京师公开赛会打表演赛，然后沪上小师赛也将开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局魔幻对决。来，各位大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魔幻对决。我们将在哦，已经到500万赞了，感谢各位点赞，直接为各位开启上帝视角了。5、4、3、2、1，天黑请闭眼。来，戴坤，戴坤喽。好，注意听清法官指令，魔术师请睁眼，魔术师请行动。魔术师确认请闭眼，狼术师请睁眼，狼术师请行动。看你湿了眼，我到底该说什么？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跟你说。狼术师确认请闭眼。你不用对我说什么。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或者同伴。狼术师的号码为。狼人请上高战术，决定击杀目标。3、2、1，天亮了，现在是上警环节，上警玩家请亮起面前红灯。
本局游戏上的玩家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九号、十号、十二号，共有三名玩家在井下，二号、八号和十一号。随即由五号玩家开始发言，六号玩家做好发言准备。警徽流留个八号啊，然后边说边想，我验的一日查杀，没想到你又拿狼了。然后，当然你要说什么什么什么谁换了什么这那个，那是再说。我说实话啊，我本来开牌我就想验俩人，一个你，一个是十一号，因为十一号你特别做作，就是你最后其实你看过牌了，因为你一直跟我说你没看牌，因为到最后我也没看你看牌，所以我默认你可能看过牌。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你比如说验出了十张狼人，你可能这个上牌游戏体验也不是挺好嘛，第一盘被搂了。所以呢，我说实话，我验你是奔着好人去的，然后当然是个查杀，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什么换了你那个，那没办法，反正呢，我验完就爆，一是查杀，然后验个八呢，如果一就是你看一这边找着一狼，井下我肯定从井下摸，因为我第一个发言嘛，然后八号我希望你是好人，能验出个金水来帮我带带队，找找帮手，只能是这样，好吧？然后第二个警徽流，我第二因为十一也在井下，我不想留两张井下。第二警徽流我留一个四号吧，好吧，然后如果四号起票就当我没留，我再想一想，因为狼不双爆，我听完发言看完投票再改嘛，所以就这样好吧。然后验的一查杀，警徽流八四没了，过了。六号家请发言。谢谢卢卡斯，谢谢车车，谢谢楠楠，谢谢端端的投石啊。王阳我觉得跳的还行但是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因为狼也好，预言家也好，我觉得跳的都是一个合格的起跳吧。然后赛前不是开牌前，我抿的那个我觉得四号玩家，我就不说有身份，我觉得像狼。主要是十号玩家点了你之后，你那个反馈特别像是狼人牌，跟上一盘，你看上一盘我也是在最后一点点抿了你，我很快就给了你一个好人的身份。这一盘跟上一盘就截然相反的感觉。但是三号玩家我就不知道是啥了，因为三号玩家盯着我看，最后他好像是啥，好像是想看我什么，没听懂那意思，等会你自己说吧。然后其他的就希望井下好人能上对票呗，也不可能井下都是狼啊，对不对？反正我是好人啊，希望本局游戏好人别再被推了，再推我就上头了啊，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哈。过了。七号家请发言。我觉得五号跳的还行吧，还可以，然后看看一号表水还和那个对跳的情况吧。然后十二号不是那个十一号肯定是狼。十一号又要冲了，又要冲了，我跟十一号反着站，十一号一定是狼。然后八号应该还是好人。我觉得井下那个十一号是狼，八号是好人，没了就看看对象情况吧。好吧，我过了。九号你要请发言。那五号没分清，你就想聊聊上吧。上把真的是开牌的时候被抿爆了，以为自己一定是定序，起来以后全在看着我，结果一看是个狼人，一下子表情没绷住。夜里我就说我起跳，你们去倒钩吧，打打格式，你们就做着身份得了。要想前这位打三的很多，就要个身份，脏一下三，会有人盘说那个自爆卡车狼叉叉狼，最后搂六，最后我投完十一，很六就有点像我大哥，其实是这么想的，但是也没啥那个，因为我看大家说什么。故意给三发查查交战边干嘛，不存在，因为场内很多东西你们没看着，然后解释一下。然后前置位的发言六号没听出来，五号第一个发言也不好说好或不好吧，但我在代入，我如果是你验了一查查，我可能会怎么想，可能我不能说我你就是得跟我想的一样，但我想如果你验了一查查，是不是得类似说我听听一发言有没有可能被换，有没有可能能验到一，比如说你留了八的警徽流，你有没有可能会改，万一第二天晚上狼叔去换八验出来是不是真金水，这些好像是没有聊的，所以肯定是稍微有一点质疑啊，但是这不是你是或不是的点。然后七号玩家前这位听就不是很好了，因为他觉得我挺好的，然后说要站边五打了井下的十一，那肯定不能认为七是好人，如果五是预言家十一是好人，那七就有可能在垫飞。然后我的听感是这样啊，因为他站边了五打了外追没有发过言的牌嘛，然后我听感是这样，我自己是好人我就过了。十号再请发言。我本来觉得五不太像，可是你在当杠精哎，五号玩家说了，那要是一号玩家被换了我也没法，反正我验一是查杀，他说了呀，投死你呀，那个反正这把十一十二肯定不是双狼，王宝宝把法拉利笔记都快背下来了，在里面狂写呀，最大的
三个字儿，十二郎，这么大，别的字儿只有这么大。哦，铁狼，哦，铁狼 ，OK 了 ，OK 了，好吧。我确实是开牌敏的四号玩家不是很好，是我先点了他，他有点僵住，所以五号玩家留四的警徽流，哎，好像有点加分的意思啊。就是九打完五就感觉五很像了，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觉得七特别像了，因为我觉得井下的八是好人，我不觉得井下的八很像了。七这个位置保了八，我就觉得七没有狼面。你看九号玩家，你如果觉得七号玩家不好，那他保的八你会不会也觉得不好呢？为什么没有延伸啊？是吧？这是我觉得，嗯，听听，好吧，听听长南老师的发言。上把真没听出来他是狼，听听吧，好吧。然后还不知道，没听第二个，咱哪知道啊？没法说，好吧。那个，我觉得九不像好人，过了。十二号家请发言。嗯，觉得五挺像的呀，我觉得五号。刚才那成王败寇啊，我刚才弄一个十二，五号又变成起飞了呀。没想到五号敢开毒，太菜了吧。法拉利听了所有的发言记全了，但是只有唯一给场上唯一一个标身份的人是十二铁狼，就是前组委他听过发言了一枪身份没有给，唯一一个给身份的人是十二铁狼。法拉利老师，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啊，因为我首先我站边的是五嘛，不管后置位谁跳，一三四都有可能跳，他们都会给你身份定义，所以你的身份第一天我们是法拉利，我问你个问题，好好问你啊，你等会儿警上可以回答我一下，你来了那么多次大师赛，有哪一天你的身份第一天是人家不知道了？就是你的身份第一天，甭管是双金水或者是场外宝。就是要么你是公共狼，要么公共好人，要么你是双金水，所以你第一天你的身份感觉是大家都知道了，所以那个叫什么，你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好吧，随便弄。然后所以七打了十一，我肯定认为七号玩家比较好。我井上是没有听过后置位发言之前，我是站边的五号，我觉得一很像狼，好吧，别的没有什么了。然后井下是二八十一啊，我先站边一下五吧，如果清出后面如果很钢铁的话，那我也会也可以回头，好吧。但前置位我提五发也没什么太大毛病，而且五不太会加一站边嘛，好吧，我别的没有什么，我过了啊。一号再请发言。谢个投石啊，谢个投石，谢谢小木，谢谢小林，谢谢小玲珑，谢谢小叮当，谢谢你们的投石。我平民啊，我平民。然后有两种可能性吧，一种可能性是五号玩家是个真预言家，确实验了我，但是我被外置位的狼术师给换了啊，他知道我在这个场子上比较容易接查验，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五号玩家是个狼啊，给我发查杀，给我发查不一定是教我站边，不能是搏杀预言家吗？十二号他给我发查杀就一定是教我站边吗？我是井上的牌啊，所以十二号这个发言我就没觉得十二号是好人，好吧，因为他直接要站边五，他要弄死我，就想要我的命，是吧？甭管五是什么，反正五的查杀是一号，他要出我，所以我觉得十二号是狼。五因为前置位的牌，我觉得还是真的要这个板子，应该还是虽然我接了查杀，但是我还是选择再听一下后面的发言。说真的，所以因为他前置位发言嘛，他也没说啥呀，就聊了两个。你说他什么逻辑场哪里？这警徽流双杀井下这种东西，你盘不到，盘不太到他是还不是？但是我的好人身份我是要告诉大家的。前置位我觉得十二比较像狼，至于九，因为十打了九，九是不是狼？我其实说实话也没听太出来。但是你说七站边五，我听的七的发言是说他要再听一听一号的发言，后置位的起跳。七只是打了十一号，所以我觉得九可能是，要么你没听清七的发言，要么你是篡改七的发言。所以我觉得九十的身份可能十还偏高一点啊，前置位。但是没说九你一定是狼啊，还是要听一听。我是平民，然后听一听那个后置位，我接了查杀我还前高后放啊，没想到吧，我接了查杀我还会前高后放，我过了。三号的反应。哦，验个十一，验个四啊，一号玩家是我的金水，其实根据米人来说我挺想验四的，但是呢我怕验出四是个查杀，他直接跟我对跳了，你挺亏的。我可以跟你说我赛前给你分享那是啥。
就是我想看完你抿他之后给我一个答案，你抿他像啥？那我觉得可能六号玩家像好人嘛，因为六号也抿四像狼。我当时觉得四挺挂，他挂的像有点重。当然了，今天不是你跳吗？你也可能是狼术师，对吧？所以你跳不了。嗯，验一没什么心路历程，就是不想验四了，那就外置位随便挑一张验，这是随便挑一张验的，就想起了之前我拿通灵师验了长难那次，但最后在咱那个就是第一天还出错人，后来想想说那今天再试试看验一，没觉得你一定是好人或者狼验的，就是随便验的。然后前置位六七说五跳的还行，没说要站边五，九号玩家有点在打这个五，说不太想站，十号玩家攻击了张九。说本来没想站五的，听完九发言感觉九有点强打五，但是我觉得你发言还挺挂，是不是应该保井下的一张牌八，所以我觉得没必要验你。你们前置位包括十二，十二的发言是他觉得五跳挺好可以站，但是没听过后置位发言，所以说他也可以后面发言好就站后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圈都是属于没听过我发言的情况下给出的一些内容，我不是很想验你们中的任何一张牌，我想听你们井下的发言。那么七的发言里点了一下说井下的十一是那个狼嘛，那我就想验一下十一，这可以吧？井下挑一张验，嗯，八号人家就看八号和二号看上票吧。我当时二号开完牌，我还跟他稍微互动了一下，我自己个人没觉得二特别像狼。当然了，就是上票给我的，我暂时就都不盘你们。一号玩家，你其实起来聊那个什么狼术师的，我都在害怕。但是仔细一想呢，你不可能，你们俩已经不可能是狼叉狼了。我很难再去盘你是一个狼术师，第一天换了自己，我运气这么背，验你上平民，就验你是张好人。所以就没必要去盘了，我只觉得你起来聊那个东西太极限了，你正常就直接不占五得了，那聊的有点差，但是没关系，你是我的金水。然后我就验个十一，验个四，验四的原因是既然我第一天没验你，我觉得你挺像狼的，虽然可以听你对我发言的点评和反馈，但是我觉得还挺想验你的，所以就先留你一下。当然了，我这个位置好像对你攻击有点多，如果你是好人我抿错你了呢，那我还可以再听你发言吗？我只是表达一下我在之前的一些看法，但听过他发言之前之后，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敏值，然后就验个十一，验个四，一号玩家是我的金水，过了。四号玩家去发言。哦，我听五号玩家第一个起跳给一发查杀的时候呢，我觉得五号玩家是板儿玉，但是三能给一发金水，面儿确实是完全提上来。因为如果一跟三是两个狼人，他给一发金水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已经在焦点位上了，去给一发金水，问题我脑子里在想啊，咱们能不能是花到一个一号五号玩一号玩家是把技能给到自己，他验出来一定会是一个好人，五是他的队友，五给一发了查杀，三验到一是金水，这个应该是会很精彩的吧，真的就是我会这样去想啊，那我思考量会过大，那我这种就一定是好人了，对不对？你看，因为我觉得呢，我前置听完的发言，这个六七九十这个我不说啊，因为他们呢都说五号玩家跳的还不错，因为我个人觉得在五号玩家起跳的时候给你一甩叉叉，你一特别不像平民，所以我认为五号玩家是预言家。但是我的思考量是在于三号玩家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给一发金水，所以这是提高三号玩家的面。OK， 二。我觉得十二号玩家像狼，我不知道你是冲锋狼还是倒钩狼。如果我站的是三的话，你就是五号玩家的同伴，对吧？那就是如果是那，因为我没觉得十二号玩家像好人井上。当然，一号玩家井上点过十二的，这个跟点不点没关系。你们上一轮也是互点的，你们俩也是两狼。至于十二号玩家是什么，我也会听。如果他是好人的话，我井下我能听出来。好吗？我会去听的。我井上听完是这样觉得的，我的思考量是有点爆棚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也会挺精彩的。别的没有了啊，因为五如果一如果技能给到自己，五去验一的话，其他没有了。我井下再听一次三号玩家发言，过掉。井上发言结束，退水自爆环节，五、四、三、二、一，人狼井上玩家三号、五号、十二号，请井上玩家带盔做好其他准备。请从三五十二当中选出本局游戏警长，三二一，请出票。二号投给三号，八号、十一号投给五号，五号玩家当选警长，其他玩家请上蓝灯。昨夜 PRE 夜，警长决定请左或请右发言，四号和六号，四号玩家请发言。反水的老师的蛋糕，在我的嘴里啊，我咽一下。那这
如此没有风度。啊，这刚刚人家发完言，又让我发一个言。你要是坐在我这位，你肯定说出你，就出你。这人那没有风度，肯定是这样的呀。真的，你看啊，因为这我就不再说一遍了，因为我是觉得五去给一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力度在的，而且发言各方面真的五号玩家跳挺好的。但是我的思考量在于，为什么三号玩家会选择，如果一跟三是两个狼人，他完全没必要去给一发金水，这个是三号玩家很大的一个冤家面。这就撇除了你发言的内容了，因为三五井上都不会聊爆，都没有聊爆的情况下，这是我去考虑的面。那我再听一次一号玩家的发言，然后到十二号玩家那肯定会猛烈的攻击我，因为我点了他一下是狼，他会吧先暴打我，然后辱骂我肯定会，然后最后你有可能是个狼，但是我也有可能打错你嘛，那你玩的比我好，你要兼容我的呀，对吧？别的没有了，而且像你们几个人，你们平时我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摸狼我都不太点的，因为我怕点错了大家说哎你先上来点点看，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你们很像狼我才会点的，好吗？其他没有了，过掉。三号玩家请发言。我这位置还挺难点的，因为八十一都上票给五，我很难在这位置提前说你们中有好人哦，那我就只能先说你们两个都偏差了。五号、八号、十一号我暂时就不聊四了，十二是井上刚着的，我暂时认为你是前刚后方站边五。当然了，如果你井下想要站边五，那我可以再去盘我的狼坑。是这样，你们今天只能说一是一张狼术师牌，接到了这张查杀，所以我这张小狼牌来起跳，所以你们今天一定是出一的。那么我如果是张小狼，我无法承受一号玩家大哥被扛推出局的风险，我最后就只能自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只能跟我出五，就是这样的逻辑。八和十一里面如果有好人，我觉得不是我来劝你们吧，我觉得不是我来劝你们，因为其实反正今天也不是我出局，长男出局嘛，对吧？要不就五出局嘛，跟我也没啥关系，我是冤家，我验的一是一张金水牌。那我觉得六是好人，因为六号玩家最后是选择退水的，我觉得六号玩家是站边我的，且坑好像确实没什么你的位置，那么至少没关系，我觉得末置位有一张好人，六号在那位置能再帮帮我吧。二号玩家上票给我，我肯定也觉得你是好人，本来敏的你也觉得你像好人。其他的如果在其他的位置七九十里面还要开狼，其实我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再点得到了，你能理解吗？四我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办法再打他，我要再打他我这边我狼坑都要炸掉了。所以八十一里面如果你没有好人的话，我只能说你们自求多福吧，一号玩家再努努力。我就咽了个一金水，然后我其实没有太多能发出来的言了。八号、十一号，我甚至没有听过你们两位的发言，我在这个位置能怎么聊呢？十还说八是好人呢，对吧？八结果上票还给五，对我来说挺难的。那我肯定今天就是出五嘛，我不在乎，太极限了那个逻辑。那一得是一张狼术师，第一天换了自己，然后他小狼还选择去查杀他大狼，很难，所以一就只能是张纯种的好人牌。所以四号玩家这发言呢，我已经无法再入四号的视角了。我验人呢，这个位置也不能说，因为夜里是有可能有各种情况的，我也没警徽，没有办法，不一定明天还一定能活着给大家传达这个信息。但我最后一件事情是，如果女巫站错边了，你也千万别赌我。你要真觉得我是狼，你去外置位找我的狼同伴赌，你千万别来赌我，因为是预言家。你觉得听着谁像我的狼同伴，你去赌别人吗？啊，我是个预言家，一号玩家是我的金水，如果能站对边的话，希望他今天能够出五啊，过了。二号玩家请发言。首先，我觉得井上三号玩家顶住了那个压力。其次，我觉得一三形成双给，不管是一三两个小狼，还是里面存在一个，首先三号玩家他不可能是一个狼术师在这个位置去捞一嘛，所以只有可能，如果说一三形成双给，只有可能是两种格式：一三两个小狼，或者一号玩家为一张数，三号玩家为一张小狼。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打这种格式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会再给一号玩家发个金水，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就说白了，三五两人，我没有听出一定的爆点。但是我觉得一号玩家他的很多发言是探知的，就是不像是狼人空给的一些结论，而是在探知的。或者我说白了，我觉得你井上，因为你井上你说的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五是个真预言家，你是被换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五是个狼，然后呢搏杀预言家或怎么样。就说白了，我是觉得你有身份，但是你井上你可能你码不准，如果你有没有可能被换呀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你选择没有跳。就是我觉得你的很多逻辑输出不是像你狼人空给结论，而是你在探知的去给的，好吧？所以
我听一下吧。如果你井上是为了藏身份的话，我个人觉得井下如果你有身份的话，你就交。因为我其实开白我明你，我觉得你不像平民啊。然后，而且井下一共三张票，就我一个人上给了二。如果说一三形成双匪，井下但凡开狼，是不是该去冲一下呀？因为自己的不管是大狼队友还是小狼队友接到查杀了，应该会去冲分吧？我是个人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因为我目前为止我是前置位发言，我没有更新一号玩家的井下发言，所以我需要再去更新一下。然后外置位我也不会再去就那个啥了啊，就不会给定义了。因为现在，我是觉得三号玩家是，但是场上我如果说三号玩家是的话，就有太多了，所以我会要再去听一下啊。我不觉得一三如果是两个狼，不管是一个大狼一个小狼还是两个小狼的格式可以打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是，我就把票上给了三。听一下一号玩家井下的发言。别的就没了，我过了。一号玩家怎么发言？我是觉得你得出来的结论是对，就不用再聊那些我有没有身份了，对吧？我确实是有身份，我确实底牌不是平民啊。井上我为什么没跳呢？就是因为我拿不准五是不是？您别说什么十二站边五打我是狼，十二是所以五就是狼啊。十二他也可以去垫飞，也可以去倒钩啊。我们中说白了，我井上听发言还是要听独立发言的。他第一个发言，而且就留一个警徽流，报了有个查杀，然后就过了。所以我觉得我交了身份的话，狼人双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我底牌魔术师啊，我底牌魔术师，所以麻烦狼队再跳一个魔术师起来，对吧？如你们说一三如果两狼的话。再怎么样我就算是那个狼魔术师也得跳，因为我前置位被查杀了，对吧？第一天肯定是我的轮次，我跳实在不行三自爆可以吗？这个可以吧？但是我没有起跳三起跳，这个格局你们还能盘一三是两狼吗？对吧？三其实爆了我查验的时候我就退水了，我就不觉得是我被外置位的狼魔术师换了，五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五是那个预言家，所以我不会盘这个小概率事件了，所以我目前狼坑就是五八十一十二，啊，至于五号是不是搏杀的，其实也不重要，因为狼队有十二号，十二号应该可以指的嘛，对吧？十二号高配狼人，对吧？所以也没什么可说，我觉得二是好人前置位，但是我觉得你有点那个，你知道有一句话叫难得糊涂，你知道吗？你看出来，你不要点出来，点出来的话我就很难受。你说我跳还是不跳？我不跳的话，狼人你能抿到，狼人也能抿到啊，对啊。所以你把我点出来，我就大大方跳了。井上我没跳，就是因为我怕害怕，如果有狼人双爆的话，我不知道我这魔术师到底应该怎么换。所以我的底牌是魔术师啊，我井上没有跳，这是我没有跳的心路历程。然后我认为三号是真的预言家，我没有被换。啊，我认为前置位四号好像也像好人，因为四号如果是真的是五的狼头曼的话，他不会那么做。警上就说什么，哎呀，五号你什么什么，我本来要钢铁站边你，然后回来以后觉得你又不是了，然后井下让他第一个发言，他说，哎，五号玩家你好没有风度，我要是你，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发言不像是两个见面狼能发出来的言，所以这前置位我对前置位二三四的定义啊。反正我目前狼坑肯定是八十一，我对你们都有配置要求，你们投了匪票我不可能觉得你们是好人，如果真的是好人的话就有一有，好吧。三十秒，我的底牌是魔术师啊，说好了，然后后置位也没更新到，我觉得挺那个，我希望好人能回回头吧，我不希望魔术师今天第一天出在白天，好吧，我过了。上好的情况有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前置位一二三四里面有人，就是玩狼人杀的人能发出来的言吗？三说他说如果那个我给一丢薪水，我们不自爆，我们就是好人。那你跳的魔术师，我们不自爆，我们也是好人。你这种言是怎么能好意思发得出来的？然后还有那个二说，他说那比如说陈上几下那个二四两个人的发言，我不管你们谁是狼谁是好人，我一个字听不懂。那个四说，哇靠，井上我认为五是钢铁预言家，但是我听了三的发言，我觉得十二是狼。我跟你一样听发言的吧，对吧？我说五发言没有问题，你觉得十二是狼？你单标投十二呀，董金鱼附身呀，你不用你不是一个人好人没听出来，就听出我十二是狼，我为什么是狼 ？Why？ 直接给。那个二说，我听一一定有身份，但一跳的是平民，那你不是认为五是预言家吗？我说白了，那个三就要给一丢金水，听不懂，那就一二三四都是狼。常常说我是狼给理由了吗？他给他丢查杀他都分不清楚他是什么，他说我是狼，
他接查杀他自己都分不清楚，他说我是狼，那你接查杀他分不清楚，我应该分清楚是吧？上周我已经这个样子完了，怎么说还要绑架我？然后那个四说我要向下兼容，你不能向上兼容一下吗？我不下来呀，我就在上面，我以前我上不是听不懂呀，你们可以说我是狼，你给我一个逻辑我能跟你解释，法拉利投错票就是狼是吧？那么哎，那么你们要找公约数，就是七跟十二都说了十一是狼，对吧？这个叫公约数，对吧？十一投给几的呀？怎么我还是狼？我为什么是狼？我投魔术师是不啦？投你呀、啊？你什么会变魔术？哎，你魔术师你从来不动的呀，你魔术师不是不动如山吗？我也不搞不明白魔术师在你手上有什么用了，有没有你不是一样的吗？我投死那个，投死一号，好吧？然后呢，你最好呢，就是这个八十一里边，你是不是觉得八十一里面有魔术师硬跳？哦，我已经说了，以后这什么，我听你像狼，你们全是狼啊！像这种东西不要跟我拿出来说，我说你们是狼，我每一个字告诉你们为什么是狼，什么我抿的，我不抿，你们发言这是发的言吗？那么我跟你们听的不是都一样吗？井上十打的四，三打四，四打十二说的，那怎么说？第一天搂十二啊？听不了发言好吧，你们全部都是狼啊！然后你跳魔术师投你啊啊！三十秒，法拉利是怎么投对票的？我想一想，但是水平真的很高啊！别的没有了啊，我会投一的，什么乱七八糟魔术师，魔什么魔？就这样过了。十一号的发言，我发言啊，我在井下就是投票，然后五号玩家井上那个心路历程呢，在我这儿首先说的有点不太通顺。是因为我这个位置起来确实是没看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说我看了牌，好吧，这个我们可以慢慢复盘。但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五号玩家聊的真的挺像冤家，因为他一直在抿我，他说他验人的时候从一跟十一里选的这段我是沉进去了。反观三号玩家这个位置起来跟五号玩家对跳的时候，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点，他是第一是警徽流，他说他抿四很像狼，但他不验四，像狼的你不验，你外置位验和好人不一定是好人哦。然后那你第一天敏四号玩家，第二天警徽流留的是先十一后四，好像有一点拧吧，所以我觉得三的警徽流不好。然后三号玩家，我觉得你还有第二个点不好的是，首先你眼里没有十二号，十二井上这个位置起来基本上可以说80%可能要站边五了，但你三号玩家整篇的逻辑输出里面没有聊过十二号玩家任何一个字的发言点评，这属于一个预言家对前置位起来不站你边的视角盲区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先把山打开。然后再说一下一号玩家，我觉得一号玩家发言呢两个字，听杀，好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就必须要自信，听杀。为什么一号玩家起来发言说，我觉得五号玩家给我发查杀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呢，这个位置呢他可能是预言家验了我，狼师换了人，那如果你有这个思考量，你后面一定有延展，就是这个位置起来谁会换你，谁可能性换你，好吧，你没有做延展，你只是说了一个结论，所以你在说有两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很像一个狼人去编造，哎呀我一二三点这种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也没有分清五一定是或不是的时候，你说你要打前高后放寻找预言家来站边的时候，你给十二定死了，对吧，你都没有拿准五号玩家一定这个位置是对条，且你说井下三号玩家给你一发金水那一刻你就放手了，我觉得他给你发金水那一刻也不一定吧，你就能拿准这个事情，反正你跳魔术师了，我底牌呢不是魔术师，但我觉得一号玩家不是很像，五号玩家今天不归一往后边跳可能会拉低你的面儿，你自己看，反正我觉得一号玩家应该是狼。然后我在听二跟四的发言也没有太听出来像好人，但我毕竟我站你五团队的。四号玩家说拿你的发言顺序，我觉得五的发言顺序最多重点是，首先一三在他眼里是两个狼，二号玩家是给上票，他可能要想要听二的这个发言要多一些，所以他这个发言顺序。然后二号玩家的发言语气一直抿一号玩家挂身份，那一号玩家井上这个位置拍了个平民，那有没有狼的可能性呢？二号玩家，然后你就说他挂身份，所以我觉得一二三包括十二号玩家，我觉得他们几个人的发言好像有点特别暧昧。还有一个说一号玩家听杀，还有一个数据库啊，最近一直在复盘，虽然复盘到了第十季，这个数据库有点早。常南老师说过一句话啊，说但凡是沉入上一把复盘的人啊，他一定是好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改没改。但是九号玩家呢，井上的发言呢是沉入是上一把沉浸式复盘了，最后一号玩家给的九跟十的对比是十号玩家偏好，九号玩家偏下，这是原话没改，好吧。所以一号玩家十二已经给你递话了，不如呢上一把没完成的梦想这一把完成自爆，好不好啊？不要笑，我已经尽力了，我今天就是两眼一瞪大跟五号玩家站边。八号接着到十号呢，请发言。
你别这样，我会害怕的呀。你稍微不要这样。从侧面看，他的双下巴比他的脸都大，我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的生日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我刚许完，法拉利变高呗，这一把的，这太吓人了！哎呀，你早说呀，我许点别的愿去了。我今天是中邪了吗？我真的觉得长男发言不像坏蛋啊，他要是狼人，他知道三是他队友吧？没毛病吧？你看现在必须是一三共身份了，现在没有存在可能一五共身份了。四说的那个逻辑是不存在的，因为五如果一是那个狼树把自己换了好人，五如果给一发了查杀，三号玩家如果是真预言家，外置位验到了好人，大家站错边的话，大狼就死了。一号玩家不就一秒钟就死掉了吗？他是个狼，他要干活，他就必须井上跳魔术师。给三号玩家号票要警徽啊，他井上跳平民一副要死不拉活的那个样，井下帮跳个魔术师，我没见过这种狼啊。我觉得十二号玩家像狼的原因在于，你井上说十一号玩家是板狼，井下十一把票一投给五，你就说法拉利怎么站队的边，这个转化是从哪来的？我不明白，这个可以提出质疑吧？这个稍微回答一下，因为我这个是没太听懂。而且我听二不是很像狼人呢，二号玩家如果是钢板的狼人，一二三三个狼，一他队友接查查跳了平民，他跳起来说你不是平民，你有身份，他缝了，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八十一都是上票给五的，你必须要盘井上开四狼啊，我自己是好人，七十二都打了十一，我打了八六七你不聊，我不觉得。如果一三是双狼，井上是四狼的格局，如果说关键是我不觉得八十一是两个狼，所以井上我如果站面三，井上就得有三个狼，我不觉得八十一像两个狼，就很纳闷了。因为长男为什么要先跳平民再跳树呢？我井上不太想站面五的原因是，你说你验一的心路历程是一十一选验的对吧，验出来了一是狼没毛病吧，你也说了他有可能被换，那你的警徽流怎么留的八四的呀？你肯定说我希望八是好人，我警徽流照样验十一呀，为什么警徽流不留十一留八四呢？我应该没有改发言吧，我如果改了的话也不是故意的啊，我是这么听的。我想站边徐姐，我觉得徐姐发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如果一是徐姐的队友，徐姐已经拿不到警徽了，一号玩家再跳一再跳一张魔术师，再让魔术师百分百站对边，意义在哪里啊？没有收益啊，我是不太明白的。而且我觉得上一把长男老师狼人发言很好，我觉得他不是不会玩的。十一十二我不觉得是两狼，那我就觉得十一站错边，十二是狼。张轩的哦，过了。九号人家请发言。嗯，我谢个投石先啊，谢谢小叮当，谢谢海皮，谢谢哀俊的克洛伊，谢谢小咩，谢谢想吃螺的虫虫们，谢谢文盲老公，谢谢 Q Latino， 谢谢西西西酱，谢谢你们。嗯，我是觉得三五谁是预言家只能通过一的独立发言判断啊。我井上的视角是一号不太像狼，因为我是好人，前置位你先说我是狼，我说站边后置位的，那一号为什么要说我的身份比你低呢？他如果是狼人，他要说我是狼是为了博你的好感吗？那他为什么不要我这票呢？但是我不能总是因为这种方式来说你是好人，那如果你是狼就是打我，我还说你就是好人，那我不是很蠢吗？但是井上我的听感是觉得你不太像了，但是我当时开出一个视角是五号可能是预言家，然后一号是被狼树换的好人，然后三号起跳把轮次焊在一五头上也是可能嘛，因为三号如果是狼他不跳，那五号就不一定会归一了呀，因为可能就是出现了某种极限情况，他才狼人才不跳。我当然是这个视角，但是一号我又在思考，你井上五号跳的时候，你都没有分辨出五号是不是预言家，你为什么不跳真实身份呢？如果就换一种最极限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五是预言家，你是真的魔术师被狼人换了，那这种时候狼人再跳一个魔术师站边五号玩家，你是不是一定站错边呢？为什么井上你要不跳这个身份？这也是我质疑的点。但是还没有听过更新发言，肯定我不说战死，但我井上五刚开始起跳的时候我就觉得五号不太像，
所以到了警校我肯定也更偏向于三号一些。我只是觉得一切有些太巧了，就是五给一发的查杀，三起来给一丢个金水，很像是有没有可能五号是预言家验到了一个好人，但是因为被换过了所以是查杀，然后三号起来给一丢个金水，那一号肯定会跟三号走啊，对吧？但是我自己不是魔术师，所以我现在肯定不说一号一定是狼。然后井上七的发言，你们说七的发言不对，那你们站在你们自己的视角，五号井上给一的丢的是查杀，十号井上说他想偏站边五，那七号井上说五号我觉得还行，井下的十一你是狼人，你们觉得五号还行，七号说五号还你们说站边五号，七号说五号还行打十一，为什么你们的视角我是狼，我是说出这一点的人啊，这也太奇怪了吧。那你们自己思考，那五号如果是预言家，七号说五号还行打十一，那博的是谁的反感，不是十一的反感让五拿不到警徽吗？所以你们警上打我的理由好像也有点莫名其妙了，但是我还是要听一下吧。但因为我本来是想着重听一的发言，只要听你是好人或狼人能大概判断出来他们的身份嘛，对吧？但是一的警下发言我没有太修正回来，所以我再听一下吧。我可能本来是偏向于三号，但因为警下一号发言没有完全听正，所以我再听一下更新发言吧。过八号再去发言。投票给五的理由，首先五和三的独立发言都还好，而且五首之位发言我觉得可能状态上更像一点，而且一号玩家的发言我不知道怎么去评判，我跟九听的是反的，九觉得他井上像好人井下像狼，我觉得他井上像狼井下跳了魔术师就有魔术师的面，因为井上我不知道一号玩家说他接了查杀还要前刚后放，这个思考量真的是一个好人很谨慎还是一个狼有点做作呢？我觉得这个板子你接了狼接了五的查杀还需要前刚后放，我觉得稍微有点过了，你可以提一嘴说有可能五号玩家是预言家，我是觉得当时那个不是特别像好人，所以综合了一下还投给五，但是还得听五六七发言，而且没人跳魔术师嘛，现在有一个问题对吧，十一十二到我这儿都没有魔术师，我底牌不是，那看六七的发言。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真的觉得甚至十一这把真的不是很像狼，我觉得十一这把都不像狼，他是狼他是我的同伴，他那个位置一定他起魔术师啊，对吧，他起魔术师就完了，他最后都双眼睁大了跟五站边了跳魔术师呗，所以十一很不像五的同伴。十一如果是好人就只有五十二，他们要留六七里的狼同伴去跟一对跳魔术师，格局好像是有点奇怪，所以从这个点上盘可能五还是像的，但是二确实也不像一三的同伴就是了，像十号玩家说的二号玩家站边三井下让自己拍了平民的狼同伴再拍个换个身份拍，这是什么意思。十二井下有一句话有点像狼啊，不是无理由打你，你井下说一号玩家跳魔术师是因为敏八十一里有像魔术师的，所以要硬跳魔术师，这个我有点不是特别听得明白，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十二是魔术是狼，他也可以对跳，所以从团队来说，可能还是五像。但五像的话，一三剩下的狼是谁？听一下五六七吧，我觉得五六七的发言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确定我这把一定投对了，我听完五六七最后投票几站面，我是好人，我确实是好人，我过了。七号呢，请发言。谢谢车车，谢谢福贵，谢谢燕七，谢谢歪哥的时间老粉，谢谢车车，谢谢卢卡斯的投石。然后十一定狼啊，十一比十二还像狼。然后我站边三。我想想啊，因为一号大概率出局了，因为现在是这样，我站边三的话，一号为魔术师，狼人就一定得有人悍跳魔术师，到我这发现都不跳，就剩六号了，对吧？就只有六号了，是这样，因为狼人为什么不悍？前面你如果猜一号玩家砸到二号二四里面有魔术师，也不像二四多像平民，所以。场上没人跳，那不就是五号直线出局吗？狼人得有狼安排吧？就比如说十一号，就是我现在打死十一号为狼啊，十一号为狼，他在那个位置叭叭半天，他也不悍跳个魔术师，说明他后撤一定得有狼能悍跳这个魔术师。但是到我这个位置没人发言，只能是六来跳了，这是往不好了猜啊。那六号要是好人，这盘那一号单边魔术师，五号一定出局了，对吧？所以，但是六号如果悍跳魔术师的话。一号必死，因为三号保了六是好人，三号井上就保了六号好人啊，六号跳个魔术师，一号不就直接走了吗？而且现在大多数人都要站边五，
这怎么弄呢？我要不要跳身份站边三号呢？我这个，我要不跳个猎人？我今天你们可以出我，出我就开枪带十一，我就把那个狼术师十一号给崩了。因为我不跳，那一号一定出局吗？一号出局不是一定就没了吗？但是五号也不会归我，五号肯定就归一嘛，他也不敢归我。问题是，反正看六号不跳，五号肯定出局吧？因为六号不跳，场上我们得认一号玩家是单边魔术师，我们就不能动一了啊。但是我觉得狼队得有人悍跳吧？那到这都没人悍跳是什么意思呢？就觉得好人会认为二四里面有魔术师，这也不太可能，对不对？那就看六号发言吧。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六号是被三号保过的，所以六号跳了魔术师的话，可能大家场上好人本身我感觉票就不够了，因为一号和三号肯定就不太相认识，这俩一看就夜里没见过面，而且就像四号人家盘的那个，我觉得四号人家是好人，是因为你就聊出来三号他悍跳，他为什么要给一号人家发金水？没必要，对吧？一号人家跳的平民。但好像也没用，但好消息是十一号是狼，这盘可能对我们好人优势有点大，确实有点大，因为当十一十二双狼的时候确实十二号很难发挥嘛，对吧？但是好消息是十一号是狼，但是你说这十一号又不是狼，十一号又不是狼是谁是狼？那反正应该就是这几个位置嘛，看看六号跳不跳。六号要跳，六号一会儿要跳魔术师呢，就是五六十一十二，如果六号玩家要不跳那就是五八十一十二。哎，反正十一号肯定是我得打死，这太夸张了。没了，我觉得一号像啊，我六号的新发言。我是魔术师啊，然后第一天没换，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会投错票啊。然后无非你需要考虑是九十那个地方去验啊，因为你拿着警徽，但是这个板子我们并不能断定一号一定是狼魔术师，所以你的验人警徽怎么飞，你得自己考虑清楚。然后我就说几点吧，我是不太希望第一盘已经那样，第二盘还能再搞错。一的发言不能说很明显吧，至少有迹可循。我们听独立发言一三也好，他们警上五号玩家是起跳给一号玩家发查杀的，那在你们被查杀的眼里面他是在干什么？是干什么？搏杀预言家吗？至少在他们眼里面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嘛，对不对？第一种是敏杀，觉得你就是预言家，第二种就是警上多狼往你头上扣杀。那我试问一下，一三是井上开的是井上后置的视角吗？三号牙井下是井上留的警徽流是十一跟四，四号牙是他赛前抿的一张狼人牌。井上他自己说了好几遍，我可以听四号牙的发言，可以听四号牙什么扎那扎那的，那不用留四，肯定是开井上的前置视角。十二、九十都是这些，全是这些位置，如何留到十一跟四的警徽流的呢？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点是一号牙，我觉得八号牙是好人啊，然后。我觉得十一也是好人，就是包括九十我不太确定啊，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会把九十都点到坑位里面。一个是井上不占边你，然后第二个是，反正发言我也给不掉好人身份。一号牙井上如果他底牌真的是一个真诚的，是一个好人，开发视角是有可能自己遭狼术师换的话，我问一下，如何在三号牙给他发了金水之后，认为三号牙给他退，给三号牙退水，如何退？没有差别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差别。在三的眼里面，一个悍跳狼的眼里面是可以五一两张白牌的。狼数换了，比如说我假设现在他们认为十一是狼，狼数我是狼数师，我换了十一跟一，现在三是我的悍跳狼同伴，我们就是夜里一五都看不见，都是白牌，三号牙就给你一号玩家，就给你发这个金水，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不会因为一号玩家给三号玩家给一发了金水之后，一号玩家秒给三号玩家退水。井上他但凡开了一个视角，认为五号玩家这个有可能被换啊，严谨一点，他说严谨一点，那你怎么给三号玩家退水呢？除非三号玩家发言发的很入你的心，你才能给三号玩家退水，觉得他是发言是钢铁预言家，可是没有呀。你说三号牙给你发了金水，所以你就不盘那些了。然后二号牙，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同伴，你是好人。然后你给了他一个台阶，他井下去跳了个魔术师，我不希望这个边你能站错。然后第三个点是，七号牙其实很想淡化我这个地方跳魔术的作用，以及被三号牙曾经保过，想格式的问题，让你们觉得啊，格式上好像有没有可能五六是两个狼，而不是一三是两个狼。首先，永远都不存在一三。一不自救，三号牙来救他，所以他们更像两个好人，不存在这样的逻辑，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如果我们是两个狼同伴，我们前面一定有我们同伴，就是说从一那个位置跳完魔术师，这个位置一定有我们的同伴，不然就变成什么五六二四，不能这样的同伴，一定有我们同伴，他们一定会他们来跳这个魔术师，而我去填他们的坑，这是战术上格局上的。
如果我发现这样，你们还站不对边，那我真没招，好吧？然后投一下一号玩家，然后女巫，我不能确定一是那个狼术师，所以女巫自己看着玩，好吧？然后也可以压毒，因为我上次做了一个错误示范，不好意思啊，过了。五号玩家请发言。这个毒不毒啊？你就自个儿看着研究。那我就验个九号。其实我个人呢是想验二号，因为二号我确实不理解你说的那个啊。你是好人，那你觉得一号像身份他跳了平民，为什么你给三投票？你告诉我，这是好人的思考量在于什么？你觉得啊？你觉得一号肯定是身份，对吧？那他跳平民为什么不是狼？为什么？所以这是我想验你的理由。但是呢，六号说你像好人，我一样，因为我觉得一三七是狼嘛，最后一个就二九十里面嘛，我验你九号，你不是井上完全篡改我发言吗？那我在这发言半天过来，我这在你这放屁呢，就相当于，对吧？那我说了，我一号说白了，我跟你客气客气啊，我就压根儿没觉得什么小概率事件会发生，我就觉得你是狼。然后你看是这样，我揣测这个格式是什么呀？就是你想把这事把这茬给接了。接完了以后看着是不是能倒钩我一下或者怎么着，然后三号不行给我回来，一号金水，这不就是你们的格式吗？这么恨他，你让他倒钩一下不挺好的吗？这所以你就我说实话啊，一号验出来我确实奔着好人验的，当然是狼呢，我其实接受他是狼人，我也不会想什么万一真是小概率事件他被魔术师换了或者被那狼术师换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你说你看啊，你说你要听听啊，我听一听一号发言，我是接茬杀了我还前更后放的，那你听啊，到人家三号给你发一金水你怎么不听啊，对吧？你听一听啊，你也不听，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很表面的事。然后我反正我之前呢我是想验这个二号，我验出二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留警徽流？首先你愿意换，比如我现在留警，你愿意换酒换酒呗，对吧？反正我验出你金水我就给你，你们带盘的是不是被换了？那女巫是不是可以扫毒，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就留啊，我就验你九号。然后至于九号验出是什么呢，我也不想说什么九号验出金水了我给一个谁，验出查杀了我给一个谁，也没意义，你是金水就给你，好吧？然后你们再去盘那什么。我觉得八号是好人，我还考虑过为什么，我想当初验二的时候我验个二，二是金水我就给六号，然后二查杀我给八号，现在不管，我就验你啊九号，然后出个一过了。所有玩家发言结束，各玩家请带盔做好投票准备。警长归票，一号，各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三、二、一，请出票。五号、六号、九号、十一号、十二号投票给一号五点五票。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七号、八号、十号投票给五号，七票。五号玩家七票出局，请发表遗言。我真应该归七的，我归七，我告诉你，就是，但是我说实话啊，我真不太想说，你看我把七号人家跳猎人给人搂了，然后他没开枪，然后你们说啊，那他开枪了，崩击啊，那你们觉得他是好人，就没有意义，那自己分辨嘛，对吧？就很简单嘛。那你觉得我是预言家，就投一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跟七也没什么关系，我开始是想归七号的。可能归七号七号的出局了吧，我是这么想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你让人玩会儿得了呗，让人玩会儿挺好，这有啥可说的，没啥可说的。我是觉得二号开始那个我放不下啊，斌子，我觉得你，但是你说的是好人，你看九号现在又投回来了，对吧？那井上井下，你说你井下好，你游回来一点，你觉得一号玩家不像了，那你就投一不就完了吗？你管你一个轮次是一个轮次，你觉得一不像你就投他，对吧？就这么简单吗？那你说什么老想站边三不想站边三的，那就是你，是不是你水儿？我觉得你可能像了。其实你看你井上啊，我是这么想的。你井上呢，你认为九号人家全部篡改我发言，首先我说了一号可能是被换的，对吧？其次呢我还说了一个什么点来的，他说我不是，我给忘了啊。然后那你为什么觉得既然九号篡改我发言他像狼，他觉得我不像，那你为什么不考虑点我的面儿？所以我是这么想，反正最后一个可能就在这个一三七是狼嘛。然后因为我死了，我没有办法去给女巫安排这个毒，包括魔术师，你就自个儿看着来。反正我就点了坑，我认为是一三七十号就完了啊。如果二不是，因为六号保了二号嘛，别的没了，就这些，好吧？那就让我过了。五号玩家已经结束，受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五号玩家是否移交警徽？
六号玩家见金帐，天黑请闭眼。魔术师请睁眼，魔术师请行动。我们变成一对折叠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魔术师切尔请闭眼，狼术师请睁眼，狼术师请行动。以为成熟需要不诚恳，你也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这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老鼠失去了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青春却憎恨与人奋不顾身。我们抓紧了所谓的人生，追逐爱恨交换灵魂，选择自己满意的身份。我何苦又问你是否认真，之间的年轮是催促我们沉沦的一阵，旋转几轮变成我们身份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分，恨过几轮，越仔细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反方向后脑为狼人请确认，狼人确认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夜该号玩家被击杀，使用解药请给出手势，使用毒药请给出号码。女巫确认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指认。这个是好人，这个是狼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确认请闭眼。猎人请睁眼，请确认的进入状态。猎人确认请闭眼，各玩家请整理表情。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双死，死亡顺序不分先后，三号、十二号倒牌，没有遗言，受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三号、十二号请灭灯离场。警长决定警左或警右发言，四号或七号。七号将请发言。三十二死。让我猜猜看啊，猜猜看，猜不出来。女巫得跳，女巫毒的谁啊？我猎人都跳了，女巫还不跳？那今天只能一六里出，一六里出。狼人，
狼树十十二，要不是狼树的话，会有小狼自爆的。场上还有狼树，六号狼树十，剩下那个小狼自爆为十一号，你这不自爆等什么呢？你不得再拼一回合？一号没死就行，一号没死的话，狼刀就。对，一号没死的话，狼刀其实理论上就不太够了。预言家两狼，一预言家，那就看看呗，看看呗。我第一个发言，第一个发言出谁？今天怎么定的？就听一号吧，好吧，一号那块定一下，今天出谁，轮次什么的，就也就说这么多吧。不是，五号玩家的发言怎么当成预言家的呀？那个，你如果盘五六十二，九十一里面开好，那肯定是九是那个好人，九是那个好人，九号怎么站错边的？五号玩家说，我警徽流就演九，他警徽流怎么能留固定警徽流呢？他一定是不留警徽流，外置位找那个比较。像好人验，然后飞警徽，对吧？如果他验的查杀，就把警徽给六啊，因为一号是他的查杀呀。六号跳的是魔术师，在他眼里六号一定为魔术师，那他警徽就给六，他怎么能留固定警徽流呢？他留了个九，他说换就换了，不太合理吧？正常魔术师在这个板子好像不太能留固定警徽流啊。反正我觉得三是预言家，三是预言家，现在警推领先，警推领先，我还跳什么猎人？我不是猎人啊，透着玩呢，我平民，我随便跳去，因为我不跳，我感觉一号走了，一号走了就没了，我也不知道猎人是谁。30秒，那十一号没？如果十一号是猎人，九就是狼，或者九是猎人，十一号就是狼，你俩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是猎人被我电走了？那也有可能，那这怪我，那不是，那当时那个情况比较危急，我觉得，因为三号保了六，六万一汉跳个魔术师，一号不就走？一号走了，那不是一定就狼人就拿下了吗？我这也没有什么招，我平民也就，哦，那有可能，否则很难站错边啊！我过了。八号玩家请发言。谢谢关二的投石。怎么每天都是这招啊？上次动神接住了，这次给真猎人电走了，不知道啊。那反正这毒也撒了，这狼术师也约等于没用了，预言家也都走了，狼术也就换吧，再魔幻也没用了。哦，还是有用，可以跟魔术师再博弈，但是追不了轮次了呀。魔术师不动，不就再也追不了轮次了？我昨天听七觉得像好人，然后听五的归票发言觉得不是预言家，因为他验一不是那个分层了嘛。他一开始说一号玩家我不客气一点跟你说，我验你就是奔着查杀去的，后面说验一其实是奔着好人验的，那到底是哪个呀？所以我觉得五的归票发言不太行，但我确实觉得我没想到五六十一十二这个狼队选择是六末助位跳魔术师，这个我没想到，所以我昨天说十一那个位置是狼可能就跳了，可能他自己是狼术师，但他那位置跟一对跳魔术师他也上不了轮次呀，就是留着六末助位跳，这点确实当时有让我犹豫，但是因为我听五最后真的就不是，那就没办法对吧，因为他单体发言不是，那就没啥了，那就六十一顺头吧，应该是就这样过了。九号你的情况也问题，我不是猎人啊，七号现在说他自己不是猎人了，九十一出猎人，我不是猎人啊，我昨天投一就是因为我想井下八十一是上票给五的，他们为啥不跳魔术师，他们当中有狼，他们为什么不跳，轮得到六号跳吗？如果八十一当中有狼，为什么轮到六号跳魔术师？而且投完票我都觉得我应该没站错呀，因为我听的十一跟五是肯定不见面，我自己是好人，狼差一张啊，所以我投完票都没有觉得自己站错。七号昨天说自己是猎人，垫了猎人一票，我是好人，那十一是猎人，岂不就是钢板狼人吗？我自己是好人啊。然后我昨天井上井下听的一号，我说了井上你打我的时候，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好人，不然莫名其妙不要我这票干什么？
但是井下二号说一号你必须得有点身份，必须 得有点身份，然后一号就跳了个魔术师，然后大家都说他是魔术师。那昨天就像六号玩家最后的发言，这一圈如果有五六团队的狼头班，为什么不跳魔术师？轮得到六号跳吗？那如七号现在是不是跳了猎人站边的三，然后投的是五号玩家？那如果这一圈有狼人知道七号是好人，他在这儿不跳魔术，等六号玩家最后补天去吗？也不太存在吧。所以如果十一号你自己你是如果是猎人，那七号就肯定是狼人，那应该就是没有投错。我自己是好人，我昨天最后投什么验不验我这个也没有关系，他也可以改着验，因为我确实井上井下我是站边三号的，井上五号发言我说他不太像，然后井下的时候三号发言我都盘出那个鬼故事来，我都说有没有可能五号玩家是预言家，一号是被换了的真的魔术师，三号是起来把轮次焊在一号五号身上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但六号玩家起跳的魔术师告诉我们那个一号玩家就为狼，三号玩家为狼，我才知道哦，有可能五就是查杀了一。说句就说白了，如果六号为狼他在那不跳是不是也能归出去三？因为大家站边的是五啊，六号玩家不跳说五号玩家你就是预言家，你验着了那个一号好人了，三号就是这一票一号不可能站队的，劝一劝六号玩家是不是能归三啊？因为昨天站的都是五。所以我也没有理解，如果六号为狼他前面的狼队友在做什么，那他如果为狼为什么他一定要跳这个魔术师？没必要吧，七号跳的是猎人说站边三号，所以我觉得未必投错吧，听十一发言吧。你如果真的是猎人那我们就没投错，然后其他没了，我是好人过。十号男性发言，我觉得九是钢板好人呢，因为九号玩家说的那个我完全听懂了，他说有可能一就是好人被换了，三是狼要把一送上轮次，所以特意给一发的平民，这个是狼能想出来的东西，旺仔好厉害啊，我觉得他发言特别特别好。他是好人，你昨天投的是一对不对？我自己觉得八是好人，从没有一个人打过八号玩家，四号玩家仅限不进轮次了，二号玩家也被全场保了，一三七三个没了呀，那还有一个狼是谁呢？可以是一三七三个。我最后投五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坐标我会打的呀，他归七我也投的呀，歪哥开一枪咱也输不了，他俩对七跳的猎人视而不见，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可是七不认猎人，如果十一认了猎人，那你是狼。哎，我觉得你是好人，如果是要迷糊，稍微有点迷糊。哎，我觉得刚刚是好人。那十一十二，我自己觉得不太像是双狼，本来二也是投的五对吗？是投的五吧。六也把二保掉了，八也被保掉了。九号玩家最后投的是一，那就九十一里边 PK 一下，我再听听过了。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先感谢投石啊，感谢溜溜球的投石，感谢贪念的投石，感谢燕七的投石。我底牌是个女巫，石是饮水，哥们夜里从来没想找狼，哥们夜里烙饼。在这个千层饼的这个环节里，第一七号玩家井上就打我十一号玩家为定中定狼人，起猎人打女巫是狼人，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给我做饭了。我夜里带着盔，我就想第一层逻辑，他打我，他这个位置起来打我，让我毒他，这是第一层饼。这个上层饼呢，他觉得我肯定也会这么考虑，所以我不会毒七，我会外置位毒，他外置位换。然后我想了，那外置位如果这个做饭的师傅不是七，是外置位这个烙饼师呢？那烙饼外置位这个烙饼师肯定得换这个七。然后我想外置位烙饼师，如果想出来我这个反应弹，我一层一层烙，一层一层烙，我这个位置一三七手，我这我自己都快高温了。我夜里来一手三吧，好吧，给三号玩家，对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无穷给三毒了，不知道唠对不对？反正夜里就是在做饭，好吧？这七号玩家心理学博弈大师，你看他跳猎人，敲我亏啊！咚咚，你屋你好，哎，我来了，我是狼人，对吧？他井上站边七号玩家，然后硬打我是狼，我觉得狼是一三七八，我没听出来八号玩家这轮井下发言，刚你说五号玩家陈立伟聊爆的那个点石，然后我点的是一三七八，那七号玩家打我，我其实应该是毒七的。但是我感觉我不知道七号玩家是狼术师还是外置位是狼术师，如果七是狼术师七可能会外置位换，然后呢笑话是吧，没有关系能善的。然后七号玩家如果是狼术师，七号玩家这个位置肯定不会换自己，
好吧，我就外置位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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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给三研究读了。如果读错了三 ，sorry 啊。那怎么办？那现在九你说不是狼，那我也不是，我是女巫呀。七号玩家一直打我，在我的视角里，七号玩家是单方面是认狼的一张牌，又跳猎人，最后又跳平民，八是不盘双边的。那现在他们就是跟魔术师六号玩家进行博弈了，我基本上是一个 NPC 挂件了，双要进食啊，没劲了已经。怎么办？我觉得我应该没站错，我觉得五号玩家墓志铭发言真的挺好的，什么一号玩家退水的那些细节、那些点对话，九号玩家的那个对话，以及五号玩家警察说要在一十一选手的时候，你看，我觉得团队是干净的。包括七号玩家墨志伟他拉杆嘛，他那拉杆站边三，我夜里也是拉杆读的，我夜里咔嚓，但是我忘了我好像挂着倒的，我夜里这么了一下，拉错了，下回注意是这样拉，好吧？不好意思，开车比较有少，我那是按键的，我下回这么拉，行吧？反正读也是读了。一号玩家打我是狼，盘一盘，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好吧？我过了。一号玩家请发言。这个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您肯定是最高层，我负一层。我，你是不是女巫啊？有点像啊，我觉得有点像女巫，因为你的信息是让我对上了，你知道吗？我以为我换的是毒法拉利，结果我换的是刀啊！我换的是十一和十二，我的原始狼坑五六十一十二啊！我以为我换的是毒，你知道我起来血，原来我换的是刀啊！他们刀的是你是吧？我太亏贼了，真的太亏贼了这局。我换了十一十二，为什么这么换的？因为我跟你们讲一讲我的心路历程。因为我觉得，首先五悍跳五已经出局了嘛，就不说了。狼魔术师如果第一天换他，如果比如说十二他是狼魔术师，他第一天把自己换了，他会跟我跳魔术师。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十一如果是狼，他会跟我跳魔术师，结果沉底六号才跟我跳魔术师，所以我觉得如果狼魔术师第一天有用技能且用在了狼身上，有可能是六号，因为狼跳魔术师如果没有第一天狼魔术师用在自己身上，他晚上还可以操作其他狼对吧？而如果要是说选择跟我对跳魔术师那张牌，女巫一般是不会读那张牌，即使女巫站在对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女巫也不会读那张就是跳魔术师的牌，所以我的视野里有可能跳魔术师跟我对跳魔术师的那张牌就是狼魔术师用过技能的那张狼，所以我选择换的是当时十一十二有可能出在狼魔术师换位的十一十二两个小狼，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还之前我专门问了一下回潮，我说这个板子魔术师换的现在改了什么，他说以前改的是牌，就是一二如果一二互换牌是互换的，那现在改的是位置，一二互换换的是位置，所以我冲的是有可能去保护自己狼魔术师，保护自己小狼或者保护自己狼魔术师狼队的那张有可能吃毒那个位置换的，我是这么换的，换的十一十二。我当时觉得我换的有可能是毒口，结果如果你是真是女巫，如果你真是女巫，你是那个被四加一的，你确实你的信息也能跟我对上，因为是三十二双死，我换的是十一十二，有可能十二狼队刀的是十一，你那个女巫位置有可能啊，但是你的发言绝对一丁点好人面都没有发生。打开你的扇子，你上轮是用数据库打我的，你说我什么数据库，我是狼。三十秒，我真的是听不懂。再回答一下，就是沉底狼人打我的点，他们打我的点无非其实就是说我第一我没进紧要后卫视野，我进了呀，十二是我也说了是搏杀，十二是我点的狼，是他先动的手，点的一是狼，井上就点的。第二他说我听三发言了，然后我就直接退水了，我开口我就觉得三是啊。而且五号说他给我个面子，说盘一盘我说什么我也给他个面子啊，我尽量前高后放一下，我就不能给狼人面子嘛。我听三发言然后我就直接退水了，所以狼人拿我打我这一点不是魔术师。头六过。哎，不能逮着我一个人弄吧。首先是当时其实投完票之后，因为五号玩家说最后的位置把我认了，最后的位置锁在九十。九十里面，然后他说他去验九，就说白了，在五的视角里面觉得九是最后一个狼，然后九号玩家还是跟着五去投。我当时觉得，就是排坑已经排到那个位置了，九号玩家还跟着五去投，我就觉得九号玩家就应该是最后一个。那我又回顾一下，七号玩家井上井下一直说十一是一张铁狼牌，所以啊，我现在刚接在你后面发言啊，我是觉得你如果是一个狼人牌，你短期内能编那么多的东西，我觉得编不出来，好吧？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三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
那狼坑也得是一三七十，对吧？一三七十，因为八号玩家被保了，这八号玩家他第一轮井下的投票是投给五号玩家的，上一个轮次才把票投给三的，所以八不是，四也不是。那最后的位置只有一，因为说验九嘛，然后九号玩家跟人投了，那最后的位置只能是一三七十。所以我听一下六号玩家这一轮他的换路嘛，因为现在一号玩家的换路是跟十一对上了，我觉得如果说狼队的话，就说白了，他们其实没有必要认十一这个女巫的身份，好吧？嗯，我听一下六号玩家的换路，我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觉得三号十，好吧，我够了。四号玩家请发言。七号玩家，不是，假设十一号玩家真的是猎人，七号玩家就是大好人啊，就非常像他把他那个票垫走了，而且从头到尾都打十一号玩家是狼，那这个地方总觉得哪里有点诡异呢。那但是按照狼坑来说啊，因为五号玩家最后和六号玩家发言蛮好的，但是我回答一下朝南，你说如果你是就跳的平民嘛，但是我井上就说了你不是平民的，你知道吧？就是好人的眼里就是你不是平民，但你就说我就是平民。你如果执意要跳平民的话，也没有人在跟你配合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人帮你穿了那个衣服，我肯定是会投你啊，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平民啊。你不能每一个人他不是平民，他都跳自己是平民，那肯定是会扰人好人，因为外说好人有自己的敏职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二号玩家井下我觉得他是好人的点。嗯，那这样看嘛，因为从发言来说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十一跳了个女巫，而且就像二号玩家说的，那一号玩家编的那一套也有点太丰富了吧。一三七，那还有个狼是谁呢？八或者十嘛，在我的视角里十票型还算统一是有可能的，但是八号玩家你是先投给五的，哎，再投五出去不太像五的阵营，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视角也不是很对，所以我不是很，我觉得这一轮一还是像的，好吧，还是像的，只是我不能。但你们对面那个坑位是几呢？那十一是女巫吗？但十一号玩家你有可能是女巫的点是在于你说你读了三的时候，七号玩家直接为你鼓掌了，在场上他直接为你鼓掌，假设你要是读对了，我不愿意相信他直接给你鼓起一只掌来，直接是大鼓掌的那种。至于谁在烙千层饼，我觉得你不是一会儿问一下七号玩家好不好？我总觉得说是他们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猫腻在里面，其他没有了啊，我是好人，够了。六号玩家请发言。我说实话，听你俩发言，血压真的太高了。一说他换的是毒口，这不是了爆了吗？朋友，毒口，他点的狼坑是五六十一十二，我两个狼换两个狼啊，狼与狼互换啊。毒的十一不也是毒十二？毒十二不是毒十一，有啥区别啊，朋友们？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保错了，但是我真的很难说一二三是三个狼。二号玩家井上冲了几回票之后说一号玩家你别掉平民了什么的，我真的很难理解那一段发言。但如果保错了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五号玩家一直想惊艳你二。你明白啊，我不会说十号玩家是狼，我昨天是有把十号玩家点到狼坑，但我今天不会说，因为十号玩家去保了九，十号玩家做不成那个狼。因为十号玩家如果是一三七十的狼坑，十号玩家保了九之后狼坑没了，十一现在跳了个女巫怎么狼啊，他只能向七号玩家把那个十一打死，可是十一现在是女巫。然后今天轮次就是一跟六轮次啊，我昨天自己换过了，我一六互换的，我不会换七，我怕他自刀，我也怕他可能会吃毒。我昨天不打他干嘛？他跟我站的不一样的边，他跳猎人，他在天王老子他也是狼啊。我需要说他为什么不是猎人，或者我要去打他没有意义啊，毫无意义的行为。他跟我站的不一样的边，然后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在，他又不是说什么好人阴阳殿飞倒钩那些东西，我要多聊七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聊七啊。但我觉得我是觉得赢不了了，我是觉得我算票是不太够的，九应该是不太会被骗，因为九换来十一现在变成女巫，你变成我们的狼队友了，你必须得投，你不能你看到自己是好人然后你帮他们投，那别玩了。我顶多现在能算票能算一张十，我现在是没太搞清楚二四八最后那个是谁，因为票都没理解，八号玩家挺会上队的，我也很难在那边说八号玩家一定是他们同伴，你说八是那个狼
看票型吧，我是觉得啊、哦，我觉得该发的言都发了。至于你们说的什么一号玩家短时间编，不是死亡情况出了好久了，朋友们，他不是第一个位置发言，死亡情况出了八年了，编一段这个编不出来。我就然后，哎，我不说别的啊，就这样，看你们吃不吃他状态了。然后我会归一过了。各玩家发言结束，各玩家请带盔做好投票准备。警长请归票，警长归票，一号各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三、二、一，请出票。二号、四号、六号、九号、十一号投票给一号，5.5票。一号、七号、八号、十号投票给六号，4票。一号玩家5.5票出局，请发表言。不是这回换我血压起来了，不是我聊爆了，我换的是毒口啊，是啊，我给你们解释那么清楚啊，狼人在掰我发言啊，我说的是我换的是狼术师换的那个小狼的毒口啊，我是进攻换的，这个能明白吧？之前是不动如山，这次是侵略如火，这个能明白吧？这个能明白吧？这是进攻，上次是防守，这次是进攻。不是十一号老师，你只能是女巫了吧？还投错吗？我都你的信息跟我对上了。他说他，那你觉得我们狼刀十二是什么？十二是什么？你说十二是什么吗？我的信息是跟你对上的。他是说他自换的，你读了三，那十二是吃刀的。我刀十二是什么？我打了十二是狼，然后我起来我不刀魔术师。他说他自换的，我不刀魔术师，我刀个十二号，我一直井上井下锤我的十二号。所以我真的。不明白啊，我不明白啊。过了吧，过了吧，输了吧，那就输了吧，过了，过了，过了。一号讲演结束，说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魔术师请睁眼，魔术师请行动。魔术师确认请闭眼。狼术师请睁眼，狼术师请行动。我们之间的回忆全部都小心的收起。狼术师确认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狼人选择拍刀，第一刀。游戏结束，狼人屠神获胜。你昨天就狙了一名出来十只猎人了。对呀、啊，你们怎么能装魔术呢？不是场上没有猎人呀。不是，他都不归猎人，我狼人只能归魔术师啊，他都不归七。我的好人全归七，我的好人不是这能复印？他没有脑子。这怎么没有猎人在这儿？他是狼，他就只能归一；他是好人，就只能归七。因为狼人小人只能把魔术师归了，不然他名次一定落后啊。哈哈哈哈哈！他在哪里？跟脑子一样。他挺像的，我觉得他是好人。来给各位大木老师来发表盘本，游戏魔幻对决，预言家三号女巫，十一号猎人，十号魔术师，一号狼术师，十二号狼人，五号六号九号平民，二号四号七号八号守夜魔术师，通过狼术师更换十一十二的位置，狼人击杀十号猎人，女巫要救起形成平安夜，预言家验证一号玩家为好人身份，上警环节五号悍跳狼获得警徽，第一天白天五号悍跳狼被公投出局，入夜魔术师更换十一号女巫和十二号狼术师的位置，然后狼术师更换了一号魔术师和六号狼人的位置，狼人选择击杀十一号，实际十二号狼人狼术师中刀，女巫毒杀三号预言家，三十二双死当夜，预言家验证九号玩家为狼人身份，第二天白天一号魔术师被公投出局，入夜狼人选择拍刀啊，然后拍了一刀十一号女巫，拍了一刀十号猎人，游戏结束，狼人阵营屠神获胜啊！我们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会儿狼队高薪聘请的女巫就会回来给大家来复盘了。各位正在收看到的是京城大赛第13。